寻找匪弹之水上乐园篇。我是水上乐园的园长，找出伪装弹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最少找到30个，把找到的伪弹放在红圈内。我看你就像个伪装。草丛弹 Nope。 对，得把它放到红圈里。不是哥们儿，你在这扭动什么呢？生怕我看不见啊。这堆箱子里肯定有一个。你好。哎，小样，来是别做伪弹了。哎呦，这还有个电脑弹，你不动我还真注意不到你。不是，藏的时候能不能用点心啊？你这有点太侮辱我智商了。阿修正在试图拯救寻短的黑蛋。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抱歉，你是伪弹。这游泳池的水才到我腰上，需要你这个救生员吗？直接抬走。拯救世界的重任还是不要交给这个失败的妈妈。你好。这些伪蛋现在都这么嚣张吗？居然在门口跳舞欢迎我。气球下面还有个小黄蛋，直接逮住。滚！让我看看哪里还有伪蛋。路灯蛋，差点都没发现你，拿来吧你，这还藏了一个故梦，直接逮住。船上肯定有一个。Nope。 这不是。侦探蛋在调查蛋小绿遇害事件，拿来吧你。不是，你俩这是在挑衅我吗？直接抬走。你小子还挺有雅兴啊，整上滑梯。拿来吧你。让我们荡起十二昂枪，小船推开波浪。已经通关了吗？不是，这就结束了呀，我都还没开始发力呢。烦死了。